专门造桥铺路的嘉义市嘉义行善团，伫全台各地完成500多座的桥梁，但是近年来面临义工老化的隐忧。嘉义县副市长陈义角知影了后，特别联系位于闽祥工业区内永中企业，爱心捐助100箱的沥青 OK 棒，提供行善团修复路面的坑坑磕磕的先进材料工法，希望有效来降低铺路人员的出动率，也纾解义工人力老化以及不足的困境。嘉义县副市长陈义角率领着永中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协理林明强，代表公司无偿捐赠着100箱的沥青 OK 棒，予嘉义行善团，由理事长蔡万华亲自接受。嘉义行善团的唯一理干事含地方人士在现场观礼，仪式简单隆重。今麦有一挂咱咧保罗的新的产品吼，爱当足简单吼，啊来甲咱的坑洞。来给它修补，而且一年来也不用烦恼说它会再走空出来，所以他应该跟我们这个永中我们林协理来跟我们的嘉义行善团我们的理事长来洽谈，那我们永中也很客气的说，如果行善团有需要我们都乐意来捐赠，我们头前就是先100箱给行善团，我们来嘉义行善团来用，来免费来用，未来如果有需要我们永中这边都会义举啦，拢会善举啦，吼，义务性来捐赠安尼。以铺桥造路向入国际的嘉义行善团，最近这几冬面临着义工老化、劳动替代率偏低的问题，永中企业日前和成功大学三项合作，成功研发道路修补材料沥青 OK 棒。时间快速，会当多少进行的优点，对着部落的义工来讲，渴望会当节省未少的时间和人力。捐赠的，就是咱永中企业，甲咱这个成功大学土木系产学合作的一项，咱这个沥青道路修补的创新的一种材料，他一个人单手徒手就可以去试做，伊免任何机构。所以讲呢，对照着咱行善团很主席，伊的需要性来讲，我感觉是真正是。非常非常的适当。面对民间企业的爱心捐助，嘉义行善团相当感谢，更加希望有更加多少年人做伙加入铺桥造路的行列，为台湾尽一份心力。再次的呼吁哈，如果说有想付出爱心参与我们行善团的义工尤其是补路的义工因为我们都是年纪都高龄化能够。在此呼吁，能够请这些年轻的朋友有空，你们来加入我们这一项道路补路的施工的行列。50年来，伫咧全台湾各地兴建500多座桥梁的嘉义行善团，令人感动。但是最近这几冬，随着义工年纪老化。面临着人力短暂的危机，在民意代表积极奔走联系和地方企业爱心捐助之下，渴望会当暂时纾解着义工人力老化和不足的困境。未来嘛，更加期待有更加多一伙青年共同加入，延续嘉义行善团无私奉献爱台湾的精神。最新新闻，张国平、王小璇、嘉义市采访报道。